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云。今天我们开箱卢比雷。其实我以前的卢比雷呢还没卖完，但是有好货呢，我们就收点给大家压点货。这次来的卢比雷呢有八克拉、六克拉以上的，还有三卡左右的。三卡左右的呢就特别适合做耳钉或者是手链，也适合做小戒指啊。这次的卢比雷呢品质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小颗粒的呢就是颜色呢没有大颗粒的颜色饱和度高。因为大的嘛它颜色就非常的浓郁，而且我这个大的呢和我这个戒指是一批货，就是3800一卡的各小红的卢比雷，而且呢包裹体也是非常的少，价格呢还是和原来一样3800，就是你们有200卡的2780这一手的裸石，可以说性价比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高，尤其是买到五卡以上的姐妹们，你们真的是赚到了。那一手的颜色包裹体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完美的。如果大家想要买卢比雷没有包裹体的，你就不用考虑了哈，所有的卢比雷它都有包裹体，或者是并列啦，它都是属于正常的。如果呢你的要求高，你卢比雷买不了，因为卢比雷呢本身就是在碧玺当中它是属于无烧的，就像你们买的那个8818，99.9%的8818都是有烧的。首先呢第一个8818有烧的，第二个呢它无烧的上面就包裹体非常的明显，这就是8818真的是超级的贵，今年可以说翻番往上涨。这行情不明朗的前提下我还是不敢设立的哈。这个颜色呢和我手上的这个颜色是一样，等一下我给大家对比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和我手上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。实物真的要漂亮的多得多，实物特别好看，火彩什么都很好，切割的也非常好，而且呢它的形体都是非常漂亮的，这几个形体都很好，一批货，一看这个色系一样就知道是一批货的啊。它包裹体也不算很明显，有的非常多的包裹体我们都没要，我们都是挑的货头。现在看一下这个小的，就是你们当我们家的客户，你们真的应该是非常的幸福，因为我们家选货选的超级的严谨。它这个小克拉的呢它颜色玫红比较美，它各血红呢颜色少，年轻的美女比较喜欢。我就少搞几个对一下，你看这一颗小的就和这个颜色差不多，这几个的它就玫红，玫红比较仙气，有的客户也喜欢这种玫红的。好，像这个小的你们可以做耳钉做手链都行，像上一次我们英国的美女做了一条手链也非常好看的。这个想要手链耳钉的耳环的赶紧安排起来吧，这批货也是想配对也是不容易，春风空运真的是超级的快。我们新疆的姐姐定制的吊坠和戒指客户收到了，已经非常的满意，今天又选了这个裸石做了一对耳钉。昨天呢马来西亚的美女呢下单了一条真多玛，她没到马来西亚去收货，而是在香港收的货，因为香港收货非常的方便也快，昨天发她今天收到了，收到货呢也是非常的满意。这都是属于我们家的初次交易的客户，你想大家收到货都非常的满意，我想他们将来后期买珠宝，我觉得肯定第一时间能想到我。做生意呢就是和做人品一样，我介绍我们家的产品的时候都是如实的介绍，而且我们选品不是说简单一句就选品，我们选品真的是超级严格的，尤其是柯先生他拿货看不上眼的货真的是白给都不要。像卢比雷的裸石你们可以去对比，我们家的货呢你带出去你上任何地方去对比，不管是颜色还是切割度还是包裹体，我们家可以说就是相当来说非常优秀的了。像有的宝石大家也知道，就看上去一打开上面那个杂质就非常的多，像碧玺大家也知道，像那个手串上的就很多有包裹体的，像我们的这个卢比雷它都是做到无烧的，还有我们家绿碧玺也是无烧无填充的，都非常的干净，而且颜色也非常好看。尤其是像我昨天那个护水蓝今天都卖了，我说有五个都能卖，但是像这样的货呢就是属于可遇不可求的，你不是说我有钱就能买着，没有货，有的颜色就逊色眼睛发暗我们都不拿的啊。包括我们家的海蓝宝，我跟你说我们家的海蓝宝你们每买到一个都是赚到了，而且我们的海蓝宝火彩都超级好，它是那种一闪一闪的，它有的海蓝宝它的颜色呢发雾蒙蒙的那种感觉，没有火彩哈。大家你们可以把我们家的货呢你们上当地方去对比一下，感受一下我们家货品哈。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想要私人定制呢可以私信我，因为工厂马上也要停工了，过年伸手的时候不能输哈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感谢大家观看。